有人敢说韩粉不重要吗？韩粉不是那种穿国旗装然后去 你懂我意思吗？很多韩粉是默默的看着你们 B 下面棒的，你说这个韩粉不重要吗？你认同我打二好不好？侯友宜拥抱牵手样样来，韩国瑜也松口，希望国民党侯友宜领导下来下降民进党，留在入口等那个男人。晒了大约十分钟，韩国瑜9:03出现，侯友宜一个箭步上前，你说好嘞，各位港安直接港烂没？小小妹，你依然不想要投给韩国瑜已经支持的侯友宜的打一，我就是不送侯友宜啦。韩国瑜，你出来也没有用，我一样不投侯友宜。但是你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打三。哎，你要记得一件事哦，很久以前说什么韩国瑜说要支持谁，我们就支持谁，我不会偏袒哪一边。你就是不送啊，打一打三的是韩国瑜要支持谁，到时候我们就支持谁啊。我自己都有讲过这句话，你打三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。全代会似乎成了尊韩大会，场外和解先上演，场内发言。再一波，莫忘世上富人多。你说韩粉的票不重要吗？这场活动根本就为韩粉办的，莫忘世上苦人多，你干脆整个活动结束再唱一个夜袭算了啊。你觉得唱夜袭还不错，打八好不好？节目最后我们来唱一首夜袭，无声无息，无声无息，然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外面是什么？香肠瀑布。你看到这些新闻，你看到这些新闻，你看到这些动作，有人敢说韩粉不重要吗？国民党敢说韩粉不重要？韩粉不是那种穿国旗装然后去 你懂我意思吗？很多韩粉是默默的看着你们 B 下面棒的，你说这个韩粉不重要吗？你认同我打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是张老大，喜欢我的评论吗？赶快搜寻 YouTube 张老大来订阅哦，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晚上10点都会现场直播，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。